你可滑了，宝贝们。宝贝，我不怕，有你在。倒车了。你看藏族兄弟多牛逼，咻打到滑就过去了。对藏族兄弟来讲，这个烂路都不算什么。哇操，你看他们水上漂啊，简直是天哪，太神奇了。老杨小超先后摔车，幸好大家知道路滑，开的都不快。很显然这条烂泥路不适合公路胎。快来大长腿，快去把我的车弄出来。最后还是得靠老杨的大长腿撑着，才把三辆车给弄出去。小超的挂挡脚踏摔断了，身边又没有带备用零件，等我们跑到下一个地方就在大家发愁不知道怎样解决时，爸爸，我有个办法。机灵的小超想了个办法，把刹车脚踏换到了挡杆上。聪明的孩子。但这终归不是长久之计，如果要往前挂挡还是得有上有下，而刹车只要往下踩就行。满眼的鲜花，这是风的三月。清理完轮胎上的泥得赶快上路，希望能在天黑前到达河渡时，找家修车店检查一下车子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。熄火了，我想要么直接怼个火花塞进去，差不多粗细的管子解一解。哇，妥妥的。想的时候你一会儿把我的车也弄了呗。好的，等的就是这句话。给你调后刹来，你刹住，我看看能不能转动。你刹住。有磨吗？有一点点磨，不大干。没关系，磨一下子就好了。第二天我们幸运地找到家汽修店，老板答应借工具，但我们得自己上手。小超用店里捡到的火花塞代替了刹车脚踏，解决了一流问题，刚好让小超顺便帮我紧了紧后刹车，再给三辆车做了个大保健。这又不是尿尿了，倒完了还甩两甩。哎，轻一点，慢点。操，你故意的。别甩别甩了，你就是故意的。好饿啊，我去找点吃的吧。外卖小哥来了。哇哦，好吃啊。牛肉面牛肉面。你继续专注，你保持专注哈。哈哈，贵族一样的生活。哇，你们两个真开心啊！正宗的牛肉。等会儿给我加牛肉。等会儿给你加两个蛋啊、哦！要不要给你吃两个？搞定了！哇！好，走，我们出发。不错，能干。
像现在这样的话，这整个肯定都要拿出来了。拿开，对，拿开。然后把这个。这里有村子，一会儿可以去卸卸看有没有工具。哎，师傅你好，我们这车需要修一下，但是我们工具没带。家有工具吗？能借我们用一下吗？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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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。我们先推到凉快的地方。早上调刹车的时候调得太紧了，踩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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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它就爆死了。那这样耽搁了那么长时间，我们今天晚上可能就赶不到要到的地方了。住帐篷，到得了。住帐篷，对，跟老杨抱一起就好了，不介意你也可以抱我们。前面，我怎么会跟你们这俩人一块出来的？禽兽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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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会冷死的！啊？会冷死的！真的要住帐篷吗？真的，必须的。真的住帐篷？魔力吗？深度有。拿住帐篷就深度了。住帐篷是深度冷，你知道吗？一度深寒。体验一下深寒的感觉。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一定要找个舒服的、有热食、有热水的地方住。我有酒，有酒有故事，诗和远方都有，妥妥的。先让我喝口水压压你老。哇，我从这里拍着你啊，性感的侧影正在修车，然后背景是一只猪。那首歌叫什么来着 ？Hey Jude。不是猪，只有两个口。看猫似的你，有两匹皮妞妞。小超，你的手怎么样？没事，你当时怎么想的？你怎么就会手摸上去呢？我看烫不烫呀？牛逼！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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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。踩到底。好了。可以。妥妥的。那怎么说？我们接着走吧。师傅谢谢啊，谢谢谢谢。这两天过得是一波三折，但村子里孩子们的童真笑容驱散了所有对未知旅途的焦虑，在那些无忧无虑的快乐感染下，连阳光都显得格外的温暖，就像那歌词里唱的，
不经历风雨，怎么见彩虹？就这里吧，这位置还不错。这个饼子他娘的全是白面。看老板过成这样，我们也挺开心的。好寒酸呀、啊！哎，老子就是跨两省。老杨，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。上来就是九月星。你看到天鹅了，你有什么感想？我操，好冷啊！跑得赢吗？可以跑，可以跑。走吧，我们可是荒野大镖客。